哥能不能说说今年魔术抢七看好魔术吗？休赛期如何补强？魔术我比较看好，骑士后劲不足了，尤其魔术拿出来那个死亡五大阵容，平均身高达到2.06米，太可怕了。攻防转换，防守反击，尤其攻阵地情况之下，他那种体型覆盖，对方防不胜防。尤其打到第一视角，骑士明显体能都已经透支了。两个小后卫身体本身就单薄，面对对方这么大个的球员，就错位单着都能怼死你。所以这骑士两个后卫太矮，目前看起来他俩组队啊，在如今这个时代基本没有前景了。休赛期如何补强啊？补强，我认为不应该引援乔治，因为乔治的风格他也是锋线。引援乔治的话，这个队伍锋线有点拥挤。他们现在需要一个进攻端的指挥官，就特别优秀的一个，打一二号位角色的球员。我感觉，小里弗斯或者拉塞尔，他都可以尝试试探试探，他俩都还行，需要一个这种角色。克里斯·穆里、宇哥现在出现了一些被称为"独角兽"的球员，这类球员像稀有资源一样珍贵，感觉未来篮球时，对球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啊！独角兽球员呢？现在你看魔术全员不基本都独角兽吗？在过去篮球观念里，这基本上全员都是2.08米到2.10米之间，但是个个都非常具有运动能力，包括班杰伦打得跟后卫似的。那瓦格纳，大小瓦格纳。大瓦格纳差点，小瓦格纳非常灵活，2.08米嘛。作为一个组织型前场。现在也尽显自己才华，所以独角兽型球员呢，因为现在球员的运动能力变强了，而且球员的运球控球能力也得到提高，并且还有一点就是几乎人人都能投三分，他们能拉开空间。治愈世界，OVO 宇哥好，今天是我好兄弟林宽成的生日，请点评一下他的名字，并祝福他和前女友早日复合。前女友啊，为啥早日复合呀？就是始终念念不忘呗。现在分手了之后，感觉自己一个人过啊，不像过去生活当中那么有滋有味了，并且你也很难找到下家。发现即便再找下家，没有前女友那么好呗，那就祝福他能够复合吧。这林宽成啊，祝福这个林宽成啊，希望你生日愿望得以成真。我相信你许下的愿望就是跟你前女友复合。林宽成嘛，心放宽，未来总有一日啊，成代表着家，而家呢，就代表着你能找到自己的。称心如意的另一半就是你的前女友了，祝福你俩能够复合啊！如风一许，你上次大放厥词说你永远不会被我收服，这恰恰说明你纯嘴硬而没有开放的辩证子心态，你已经败了，永远不会被你说服。不对，这不是辩证心态，这是一种在长期了解知己知彼之后一种战术上的藐视，很正常，战略上重视，战术上藐视嘛，不对，战术上重视，战略上藐视，我就是战略上藐视你。如何与事实是我的论证，已经让你每次东拉西扯转移话题，以偏概全，逻辑崩溃。我的上百条动态视频为证，你已经败了，没败。之前那会儿没有转移话题啊，你谈一个耷拉，我就谈一个耷拉。超罗曼蛇，宇哥看私信，小号 ID light 什么玩意儿？超罗曼蛇，light。这宇哥，我今天去医院割了某皮，后天就上班了，还得影响几天。以前那方面教育还太少，大夫说最好是10几岁做。宇哥认为那方面教育，无论对家长或者学生，现在跟以前是不是强很多？以前只能通过同学之间讲，父母碍于面子，一句都没提过。那你这个错了，那只能说你这生活环境，或者说你有点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了。就你的家庭对这方面不太关心，你提出了，但你家庭感觉，这都是小事儿，未来的话长大你自己解决。那只能说你的家庭父母啊，在医疗方面的知识没有说深入的研究，同时你这也没有向你的父母普及相关的知识，这点就是你的不对了。实不相瞒啊，实不相瞒，我有朋友就是在高中一毕业就做了某方面的手术了，某皮就已经切掉了，切掉之后据他讲。非常好，不像过去啊，因为你这东西，你要是不切呢，一个是影响卫生，是不是影响卫生？二是啊，容易，因为一个人其实你这东西啊，它就是生理健康，因为这东西它没有说什么，其实很简单，生理健康的小知识而已，不卫生就容易有异味儿。还有一点，它容易因为特殊的位置嘛，它这东西，长期这个。你比如说胳肢窝为什么一挠，哎，你就感觉受不了，哎，痒痒，为什么？因为长期它夹到这个身体里面嘛，它不跟外边接触，哎，它就是一挠就痒肉非常明显，啊，就这么点道理吧，啊，你这，所以据说要是切完之后呢，生活啊掀开了新一页了，啊，就发现不一样了，跟过去不一样，就各方面
都感觉更舒适了，挺好，据说挺好。我上高中那会儿，我同学高中的时候，那才哪年呢？才05年、06年左右，人家都知道呢。卢浮宫之前，你说哈登带队不需要伦纳德也能打赢独行侠，现在哈登连拉两场，你只字不提找人背锅呀？也能打独行侠呀？因为当时那会儿整个快船呈现出来能量确实比较爆表。而且卢卡东奇呢，在系列当中防守也成为了球队的累赘。你如果说对于一支正处在高歌昂扬的状态当中的一支球队给予一定的言语鼓励的话，或者说你对于这种竞技比赛当中以弱克强、以残对整，他们打出竞技信念的比赛，你发自内心希望有好事发生，很正常。这是一个真正喜欢竞技运动的一个爱好者，他理应做出的发自内心，哪怕是有一定倾向。但是我感觉这东西也无关痛痒。也没有什么，被其他人可以挑挑拣拣的，很正常，心之所向嘛。人们都喜欢看到这种以弱克强、克强的剧本，这才是竞技的意义嘛。竞技好看就好看在这儿。卢浮宫之前你说哈登带队，之前讲了，卢浮宫看一下我置顶动态视频的前3分钟，专业辩手的论证，看你如何反驳。我预测你逻辑将崩溃啊！又是卢浮宫，又是你在谈的 FNP 啊！你这玩意儿这老谈这一个话题，我都已经看过好几遍了。卢浮宫。你这翻来覆去就这些东西，基本上这个也没有新鲜的。啥玩意儿置顶动态呀？我看不看你这啥玩意儿去？置顶动态视频前三分钟啊！置顶动态视频的前三分钟啥呀？这是置顶动态视频前三分钟啊！你看这假这玩意儿。前三分钟你这也太磨叽，这3分钟的时间，这时间都很宝贵呀。看看，勉为其难的看看。象征，这是他含金量的来源。这是你自己录的。麾下的战绩再好，73胜总亚军被嘲讽了多少年？哎，等会儿，73胜总亚军，你这个嘲讽也属于是以偏概全啊。那放眼历史，他73胜常规赛本身打破历史记录了，这点值得称道的。亚军也不值得贬低，这怎么能说被嘲讽呢？你再说这个记录超越公牛，超越乔丹，可是别人提起你最后有冠军吗？你说你。那冠军一个球队能年年得吗？就是说我去年得了，我常规赛打得好了，这东西都是阶段性的，对于球队来讲都是历史上荣誉簿当中沉甸甸的，就一支球队的斩获。你不可能永远所有事都十全十美。你迈克尔乔丹夺了冠了，当年有 MVP 吗？他拿 MVP 赛季他夺了冠了吗？你能说把迈克尔乔丹 MVP 都剥夺吗？不可能啊！你的腰杆就挺不硬，别人戳脊梁骨说这么一句，你到头来还是只能是个第二名。你这东西到头来就是第二名。第二名多了，那第二名不值一提吗？第二名他本身也是成绩，你是第二名怎么丢人呢？对方没有今天讲的那些说啊，总决赛的含金量不足，我有无数个切口可以反驳，无论是从总决赛打到最后一轮，双方的。首先一点，他刚才辩论的时候你说什么？无数个切口可以反驳，正无穷啊！我这人讲话有点太夸张了吧？仅就这一点来讲，他有夸大嫌疑。怎么能说无数个反驳呢？这人明显拉大旗扯虎皮了。你就听完这句，基本不用再听了，胡乱开炮的人。你们都已经消耗殆尽，所有的战术、轮换设计都已经公布在台面上，你等于是明牌跟对方打，而且。怎么能是明牌打呢？那一定是有点变化的。那总决赛期间多少都有点小招，你球队当中能打出一些改变。你从始至终两队博弈的话。战术方面都有一些微调，场场比赛都微调，怎么可能说一点变化没有呢？这也是跟事实不符。季后赛的血战才能走到这里。这个时候你说邓肯，你看吧，最后一对面一看是大本，很轻松吗？一点都不轻松。为什么？因为我是付出了无数在季后赛这样真刀真枪、血与火的洗练之后才走到这个舞台的。你告诉我，这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吗？不是。可是我不愿意用这样的反驳跟对方去谈。我们今天就谈竞技的本质，含金量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们觉得乔丹他就算只有6座总冠军，他就算只有6个总冠军 FMVP，他都是历史第一呢？因为很简单，所有的竞技运动，我们追逐的是那个最终的胜利，而不是追逐常规赛漫长时间的表现。就你用你放刚刚自己举的例子来说。你也觉得季后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跟常规赛是有的聊的。可是我跟你说，
我认为如果是季后赛 MVP， 这件事情根本就没得聊。所有的人，不管是媒体、球迷还是球星，对呀，没得聊吗？季后赛 MVP 比常规赛 MVP 更重要。你还拉倒，他这基本不需要再顶了。季后赛，季后赛 MVP 比常规赛 MVP 当然更重要了。你总决赛 MVP 一组系列赛嘛，没法代表整组整年的季后赛。他这太又抽长了，没啥意思了。这讲的越往下，越这个拖拖拉拉，挑不到重点，还是那些老逻辑嘛。总决赛期间仅仅这一句话反驳了。那，欧冠决赛 MVP 值钱吗？那个 NCAA 最终四强 MVP 值钱吗？不值钱。大有决策权等等的，所以都是扯淡，这种东西都是属于什么玩意儿？这联赛当中，这辩论的渣子，就这个陈芝麻烂谷子不值得一嚼了，没有滋味了。NASE 的都一样，这些宇哥，快船、湖人、勇士、国家队哪个教练团更需要你啊？快船呐，快船教练团不需要我了，因为他们马上重建了，我对于重建球队不感兴趣。湖人呢，湖人教练团，因为湖人詹姆斯已经年事已高，这个赛季如果说休赛期争抢不到一些合适有效的人马，能够作为强力引援成为球队的第三巨头的话，我估计洛杉矶湖人仍然是没法整过，挺难。勇士科尔这个人他也听不进劝呢，在他旁边如果说作为一个助教团当中的一员的话，改变不了就科尔他刚愎自用的用人思路，没用。国家队目前没有大明星啊，所以暂时我还是静观时变吧，等有朝一日这个有好机会再出山，就暂时目前还没有就合适的，我值得就是出山去展现一下的。这个牲口油 very much 有个看车私信的，看身后有外人骂去。21年总决赛，格林、科尔坑库里和今天 PJ 塔克坑鲁宇、坑哈登，哪个效果更炸裂？历史地位更高。另外，如果你和鲁宇在八九中当中 PK 对决，你赢的概率有多少？我赢的概率大呗。那泰卢就1.83米，他个不高，而且他也老了，你看肚子撅的。头都白了，他现在肯定干不过我。他是球员不假，但是人老不讲，筋骨未能。他现在年事已高，我估计他打不动。所以说，21年总决赛，这个格林、科尔、坑库里啊，最后夺冠了嘛？你起码他坑他也是在总决赛期间坑的，之前没怎么坑，还可以。这个树雨尘风，我看树雨尘风啊，树雨尘风，有个掘金主教练麦克马龙在百度百科上显示绰号为 Lakers Daddy， 你怎么看待这个？麦克马龙啊，我看一下，麦克马龙，没显示麦克马龙啊，绰号 Lakers Daddy， 哎呦我天，这真是啥时候改的？32到34，他这是有注解的，我估计是谁有不正之风吧，瞎整的。你看，现在写的这 Lakers Daddy， 这就是恶意的那啥了，明显贬低嘛，怎么就 Lakers Daddy 了？一共打了几回啊？打两次，又是老麦的詹姆斯，扯了，有点侮辱人了，有点侮辱人了。这玩意儿谁都能改，所以要不能说这个百度百科的词条啊，这东西不太具有公信力呢，因为人人都能上手，你要有兴趣你也可以改，瞎改。绝密伏击看上私信，我看一下，我就看完了吧。绝密伏击啊，之前讲了，那个 artist 王冲，这宇哥近期身边有位朋友有意无意暗示小弟以顶薪将其签入球队，但据小弟了解，此人具备拆队属性，请问该如何优雅而得体的婉拒啊？暗示小弟以顶薪将其签入球队，但据小弟了解，此人具备拆队属性，请问该如何优雅而得体的婉拒啊？对方有拆队属性，然后呢，
他又想加入你所在的球队，怎么样婉拒啊？这会儿婉拒就是给他指一条明路呗。你就说此地水浅，难养真龙，你主动暴露几队的种种隐患，包括呢高薪低能啊，以及谁身体目前好像说有点伤情未愈，下赛季很有可能赛季报销。你只要把这话一出，他当时呢恍然大悟，拨云见日，茅塞顿开，当时啊就主动就要走了。你再挽留他都不会留，所以你透露点队内虚假的伤情消息透露给他，他就会知难而退了。这么着想，五木一书，伦纳德现在常规赛出勤率不低，季后赛却不打，是否因为他听信了你说的常规赛荣誉高于老大冠军和 FMP 啊？常规赛荣誉啊，他听信那也不放着管，因为常规赛期间你没有一个好战绩，你从下往上打。你比如说今年快船队真说常规赛仅仅排到西部第七的话，首轮打丹佛掘金，你不是必败吗？也就是今年首轮起码是排到第四，打一个第五的东西啊，这才能够使得在莱昂纳德不打情况下坚持打到了第六场，要不然早就输了。打丹佛掘金或者打上森林狼，我告诉你，残阵快船基本都没有丝毫胜算，肯定输得更惨。因此，常规赛莱昂纳德打是应该的，领衔就应该打。季后赛其实不在工资体系范围之内，常规赛打呢，这是你的应尽的职业义务。这 LYHH 宇哥下赛季库蒙加有没有机会达到阿隆戈登或者准全明星水平，真正接班勇士的？看勇士队给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体系待遇？勇士如果说铁三角解体，只留斯蒂芬库里一人，我判断库蒙加下赛季大概率，全明星是有望的。因为什么？库蒙加打法风格首先一点比较劲爆，他这种劲爆的身材，他攻守转换这样超强能力，能打出很多名场面，有可能复刻当年莫兰特他在联赛当中横空出世之后，在外界球迷纷纷成为了他的粉丝，所以库蒙加是有望的。那因此你得看给不给球权，球权堆叠满了，场均出场时间达到35加了，绝对能打好。数据这块应该也不会太差，而且库连线这一对组合，围绕他俩打呢，再配合上交易走格林或者克莱汤普森，再加上培养年轻的穆迪，同时引进克拉克斯顿，球队战绩也不会太差。小蝈蝈999，有个看上私信呢，小蝈蝈999。没有了，你私信你撤回了，你为啥撤回了呢？你撤回了私信了，你为啥撤回呀？咋的了？秘密呀？不敢发了，你撤回了，别撤呀，撤回了。峰哥私信看私信好，这个宇哥东契奇赛后说看不起莱昂纳德的，是不是确有其事儿？还是同声翻译？还是表演型人格啊？看不起莱昂纳德呀？东契奇啊？这就是因为运动员他有时候赛后表达呀，他受限于自己在互联网之上的风评，受限于在联赛当中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之间不是那种不可。不共戴天的关系，因此他都说话都留余地，但真实想法肯定有点瞧不起莱昂纳德嘛。因为常年不打，你说能看得上吗？当然有点看不上了。就把他的内心当中想法讲出来。穆赫兰道卡尔，宇哥最近新闻有点多，张韶涵、皮尔斯和 G6 哈登谁的历史地位高啊？张韶涵咋的了？他是因为啥？他是绯闻还是咋？张韶涵是不是至今为止没结婚呢？好像是吧？他没结婚的吧？没结婚现在多大了？40多了，不到50，得是50了吧？没有50，张韶涵应该比我大不了多少。我是36、37，他应该今年42、43吧？应该是张韶涵。这个新闻有啥值得关心的？没啥值得关心的。也没有新歌，皮尔斯，他有新闻吗？他一个退役球员，无外乎就是发表点评论。对于勒布朗詹姆斯，一般来讲都，表态这块通常都是夹枪带棒，充满贬低。但詹姆斯今年打的发挥已经不值得他再有任何贬低了。G6 哈登谁的历史地位高啊？G6 哈登不是 G6 的问题，而是之前这个系列赛当中啊残阵，结果这个表现出色，他这个哈登表现很好。演唱会拉稀了，演唱会，哎呦，真事假事？我看看，张韶涵演唱会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呢？张韶涵，哎呦，近期什么微博等平台相关用户恶意捏造并公开发布针对不实消息啊，这不实消息啊，既痛心又无奈。律师发声明，网络用户捏造不实消息。
突发急性肠胃炎也不可能说拉到那个舞台上啊，不能吧？假的吧？我一听就有点像假的，真的，这是公关的，这不太可能，这事儿怎么可能？你这东西它因为是有药啊，可以止泻的。他即便说当时有肠胃炎，那提前一点感觉没有嘛？那演唱会期间，因为你像这种演出经纪机构啊，早就有提前预约。我估计他不只是这么一个案例，在演唱会当天会出现一些肠胃不适，这样一来又没有时间了，那这个救场如救火嘛，怎么办呢？有一些药能够，哎，但是那种药你要吃完了之后呢，容易引起你的便秘，但他当时能解决问题，就哎，你当时你就感觉不痛了啊，不想拉了，肯定会有预案。皮尔斯那个，那也不太值得嘲笑，他就是憋着呢嘛，因为没办法，这比赛马上开始，自己又不可能说因为去上趟厕所呀，然后这单独叫个暂停，这样一来，球队比赛场面本身就相对焦灼，自己也离不开，所以就勉强打嘛。没电了。我看讲哪儿了？这个讲哪儿了？啊，对，皮尔斯，那他那也是为球队出头，当时挺有责任感，挺有担当，起码不比莱昂纳德强多了。所以皮尔斯那个就属于是，算是一次运动意外吧，没办法。路易这宇哥能不能预测一下凯尔特人遇到尼克斯的话怎么办呢？遇到尼克斯不需要咋办呢？就生拉硬办呗，因为双方之间都属于是铁血硬汉型球队。塔图姆呢，他也是个铁血男儿，季后赛期间轻伤不下火线，并且他比那个，布伦森呢还更能扛呢。对方约瑟哈特敢打48分钟，塔图姆也敢全程出战。当然，塔图姆我估计不会大材小用，杀鸡焉用牛刀呢。尼克斯有点实力，但他跟凯尔特人比是全面落后凯尔特人，无论内线还是外线，包括阵容深度，他没有一点有资格跟凯尔特人拼的。凯尔特人包括体格、体型啊，以及季后赛期间长期经历东部那种铁血的考验，凯尔特人也是早就经历一身淬炼，在东部这个环境当中已经如鱼得水了。他非常适合东部这种比较强悍的对抗风格，以及呢一场比赛当中动辄缩减轮换的一支球队他轮换的策略。所以凯尔特人应对自由，打尼克斯根本不在话下。尼克斯是多个点，几乎没有几个面对凯尔特人能讨到便宜的。凯尔特人无限换防，